笑点低的。对，好，我们开始喽。有一对夫妻呢，他们非常的恩爱，于是很多人就问那个先生说，到底为什么你们两个这么相爱呢？他说，这个要从我蜜月的开始，这个时候开始说起。那时候我们俩去度蜜月的时候呢，我们两个一起同时各骑了一匹马，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马匹上，然后散步这样子。然后当时呢，我先生自己骑的那一匹马呢，非常的温驯又乖，然后他就这样带着他散步这样。那但是他太太骑的那匹马呢，非常的暴躁，然后很不听话。于是骑，老婆第一次就被摔下来了。我摔下来之后，老婆很生气，但他身上的东西拍一拍之后，悠悠的看着那匹马。这是第一次，好，然后老婆又爬上马，老公想，哇，老婆修养很好，哎，都没有生气哦。然后，于是他又骑，那匹马又把老婆摔下来了。老婆摔了又拍拍之后，也还是很冷静的，继续悠悠的看着那匹马说，这是第二次。然后老公就想说，哦，老婆真的修养很好，很开心。就继续呢，老婆又爬上马背，又继续骑。于是那个马又把老婆摔下来之后，老婆拍一拍，冷冷的看着他说：“这是第三次，拿出枪，砰，把他给杀了。”然后呢，老公好生气哦，老公气就骂说：“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？你知道我们这样要赔多少钱吗？”气得要命。然后老婆悠的看着老公说：“这是第一次。”这就是我们幸福快乐的原因。我们还没有，谁说是你？是不是你啊？是你。但是现在又改了，哎哎。所以是来，请。好的，各位同学、老师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可怜的故事。可怜的，对，可怜。有一天，隔壁老王去上班的时候，因为那天非常的寒冷，天气非常的潮湿，所以他去上班的时候，老板呢就跟秘书说，我觉得今天要开除司机。于是呢，隔天隔壁老王就跟我说，他失业了，因为开除司机。为什么？我的故事说了完毕，谢谢。哎，不是，我真的很好笑，我还没听懂。开除司机，开除司机，把除湿机打开，因为湿度很高嘛，就他把那个司机给开除了，开除司机。哦，对，是这个意思哦，没错。但是因为你的音域哦，没有让人家知道。没关系，顺哥，因为中天电视会帮我打字幕，所以观众看得懂。但你刚刚跟我讲这段，我没有听清楚你要讲什么。没关系，顺哥可以看重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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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醉的时候，这个比刚才好笑多了，真的，好惨哦。真的，只有眼神迷蒙的时候可以散发出性感。有人追你吗？当然有。小屁孩也是有春天的，很多哎。小屁孩他没有停过啊，真的吗？而且还有很多人要当第三者，一直想要插队的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还有一个我很熟的，我。是跟你们乱讲，没有啦。哦，可以不？我没有讲谁啊，你干嘛要捂我的嘴？因为我很怕顺哥会开心的讲出来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有一个可以讲的吧？好了，来讲了，听听看。唱歌。好想知道啊！因为外表看着像小女生呢，其实二十五六岁有男朋友也是很正常的。有男朋友的时候，男女朋友在一起，难免要展现一点性感，一定要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就让你表现一下。好的。不用换衣服吗？不要，眼神跟。不需要服装，可以不穿是？身体不用，不需要服装。好啦，讲话讲清楚一点，来，是用什么方式来呈现？对，我想要带来一首性感的歌曲《卡门》。哎呦，很难呢。预备，只有动作，眼神。哎，好多人。
哎呦哎呀！好，过关。哎呀，小姐，请问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展现？我要用吃东西的方式来展现。哎呦，不得了，人家朱唇间呐，拥有另外一个宇宙。哎，吃东西的那个感觉，哇，真的会引人入胜。预备 ，Action！ 哎呦，我的妈呀！相信有人想要当那只鸡脚啊，但是有人想要当鸡脚也蛮可怜的，因为他已经往生了。我就性感指数破表。好，我最受不了那种横进直出的那个过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你吃的就是这样子啊 ，OK 啊。我正常吃也是。鸡脚很好，你干嘛？你看鸡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鸡脚很好表现。是是。但鸡脚，我也想看你们两个吃。要 no. 看一下嘛。等等，其实他刚开始吃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引人入胜。嗯。阿喜，你来吃吃看。我不行啊。来。你谁要是哪一样？鸡脚一样，鸡脚好好，这不容易啊！一杯，有点硬哦。Action！ 啊 ，Damn！ 哦，很硬哦。啊，咬不断。我能形容一下吗？好糟哦，咬不断嘛，很硬呢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徐孝顺，我跟你讲，性感，性感，预备 ，Action！ 好啊，好啊，一流，修九雷的功夫就厉害了。我的那个。口腔的咀嚼功能不是太好，所以我很怕我吸不起来。试试看，真的很。哇塞！刚有没有看到重点？有。哇塞！怎么样？后面的两个男生有没有看到？没有看到。我们有看到，是不是舌头？我想坐前面一点。来，预备，吹，来 ，music， 回来，喂，吹一点点 ，music。哦。卢沟桥 PS 警察，史上最难桥的窘境。我这已经受不了了。我卢沟桥，我今天我要教训你，你叫啊，不要动啊！